什么时候下班啊？大明天要改剧本啊。哎，不用理他，爱拍不拍。说的轻巧。顾总，顾总，水溪小姐很不满意咱们这次的服装，说要全部换掉。全部换掉？这马上要开机了，也来不及了呀。她说如果不换掉的话，就要延迟开机。许曦，你闹什么呢？小曦，服装可以商量。只要不影响开机，尽量满足他所有要求。你所有要求。行，你等我过去。你就这么把我推出去了？啊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喽。我开机就靠你了啊，去吧。行吧，去了。嗯。加油哦。没想到我的事情还惊动了你爹是？不是你惊动了我，是我老婆惊动了我。说吧，我还有什么要求？你就对我这么绝情？只要你不惹我老婆的麻烦，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。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不找他麻烦。那你还是找麻烦吧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什么结果我都准备承担得起。干嘛？